9月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中非合作论坛非方现任共同主席国塞内加尔外长法勒、下任共同主席国刚果共和国外长加科索共同会见中外记者，介绍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情况和成果。王毅介绍，本届峰会取得了四方面主要成果。一是中国与非洲建交国实现战略伙伴关系全覆盖。二是中国与非洲的整体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三是明确了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六大主张。四是制定了下阶段中非合作行动蓝图。峰会期间，中方总共同30个国家建立或提升了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和53个非洲战略伙伴并肩站在一起，必将为促进中非人民的福祉、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发挥更大的作用。王毅介绍，经过70年辛勤耕耘，中非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此次峰会期间，中非领导人一致同意将中非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从新型国际关系到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再到今天确定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中非关系的水平不断提升，定位更加清晰，内涵更加丰富，彰显了中非28亿多人民在百年变局中风雨同舟、携手同行的坚定意志，也书写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宏伟事业的全新的篇章。王毅介绍，双方通过了中非合作的北京宣言和行动计划，中方未来3年同非方开展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其中包括给予非洲最不发达国家100%税务产品零关税待遇、共建联合医学中心等。给予非洲最不发达国家100%税务产品的零关税待遇，推动中国大市场成为非洲的大机遇，建设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启动非洲中小企业赋能计划，共建中非数字技术合作中心，实施1000个小而美民生项目，促进发展成果更好惠及非洲人民，共建联合医学中心，向非洲派遣2000名医疗队员，支持非洲疾控中心的建设，向非洲提供紧急粮食援助，建设农业标准化示范区，为非洲创造不少于100万个就业岗位。王毅强调，峰会期间，中非双方还就国际形势和全球治理进行了战略对表，一致同意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捍卫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利益，促进国际的公平正义，一致同意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落实3大全球倡议，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一致同意携手打破小院高墙，反对歧视偏见，纠正历史不公，推动现代化的发展事业，惠及全体人民。王毅指出，本次峰会发出了中非共谋发展的时代强音，彰显了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坚定信心。中非峰会中点亮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南方时刻。